只是一種運動那麼簡單，是可以鍛鍊你的精神和令到你的鬥志更加旺盛。因為你要去面對很多困難，你要去面對一些你做不到的動作，你要去面對敵人。 Wilson 陳志忠14歲開始練中外周家拳，亦曾習詠春和泰拳。即係嚟到今時今日，我好想追求適合我自己嘅一種格鬥模式，所以我學好多種唔同嘅類型嘅功夫，同埋我好想好似一種研究嘅心態咧，去揾一種更創新、更實際、更有用嘅一啲格鬥方式咯。阿 Ken 羅浩明14歲開始習武，先後學過西洋拳、泰拳、巴西柔術、跆拳、MMA 綜合格鬥等等。多年嚟，阿 Ken 只选学西方武术，从来未认真追求过中国功夫。细个人唔中意扎马，唔中意打一啲好重复嘅套路啊。咁直至到而家，反而觉得中国功夫其实又好睇又实用。咁我就开始想接触中国功夫。我觉得螳螂拳首先就好靓啲动作，佢有好多百打百不打啊，呢啲冇规矩性实战嘅 element 喺入边。学咗之后咧，對你自身的攻擊能力會提高。李家8歲學新派武術，12歲開始習傳統功夫，學過的中外武術種類多不勝數，其中包括南派和北派的螳螂拳。我相信每個門派都有自己的特長，有自己的專長，那我就在各派裡面找一些適合我的招式。北螳螂我知道他们都有一些独特的经历，好像六合螳螂啊、太极梅花啊，他们每一派都有自己独特的一种经历在这里。那我最想的就是去，不要说学到啊，起码去接触一下、了解一下、认识一下。3位年轻武者因着不约而同对螳螂拳的兴趣，各自展开了一段武学之旅。 Wilson 追寻南派螳螂，而李家和阿 Ken 就远赴北螳螂拳的发源地山东，寻找地道北派螳螂。从李家身上， Wilson 将会第一次感受到螳螂拳的技击威力。冇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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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開頭我諗住用比較南派少少嘅打法，即係你個手咧喺度。等 Wilson 一埋嘅時候咧，我嘗試用嗰種風殺啊，然之後入，唔知係咪詠春嘅關係。你手中線守得好好，多謝佢。我覺得啲手法好快同埋好密咯，因為平時嗰啲一般嘅拳擊咧，其實佢哋都係直拳啊、勾拳啊。咁但係正話同阿膠姐玩嘅時候咧，佢會有好多角度，即係例如下面打啊，上面冚落嚟，即係要好小心。如果唔係就會賴嘢嘅會。試手之後 ，Wilson 為咗進一步了解北螳螂拳，佢嚟到浙江橫店拜訪，既係影視製作人，亦係太極螳螂拳第九代傳人嘅徐小明導演。喺8年嘅電影歷史之中，如实将北螳螂拳搬上银幕的例子并不多，除了有石坚叔在黄飞鸿电影中经常使出螳螂拳之外，近年的例子就是徐导的作品《夺标》。其实北方螳螂拳呢，它是很符合电影的需求，因为电影方面呢就肯定需要那个动作，第一架式要很特别，我们希望那个动作一定呢快准其清，在个画面看有个速度是最靓的。每一招打完个亮相，无论他的螳螂镖手或者其他的手摆出来，他的动作都很特别，有种艺术的潇洒。螳螂拳的特色就是手成三弯，一个弯、两个弯、三个弯，肩膀、手踭、手腕。所以他的力全部是讲
一個叫甩勁，即係話佢打呢個拳出去都好啦。你睇佢個攪力咧，佢三個彎成一個力度，佢唔會話出個直拳就直拳嘅。攻擊嘅時間嗰個身咧係昂起嘅，所以佢嘅進同退咧，佢比一般都會快。咁但係人得兩隻腳，我點能快呢？所以其實螳螂拳咧，佢最重要嘅步伐其實係模仿馬騮嘅，所以上取螳螂爪，下走靈猴步。阿 Jamil 打嗰個咧，佢純粹係一個練習嘅拳術，所以個開合好大。一個練習嘅功夫就練你嘅速度、體能，所以你嘅運動量越大就越好。咁但喺實踐方面咧，你絕對唔會太多呢啲花巧啊咁多嘢噶啦。你拳到打我，眼已經到啦。嗯，好快。即係你睇到佢，你以為佢係一個靚，其實佢實用。北螳螂咧，佢有一個特色咧，就係進佢會打，就算退佢都打，係一種好進取嘅武術嚟。以前就完全唔知係點樣啊，淨係見到電視機佢哋會擺呢一啲咁嘅手勢出嚟。咁究竟之後埋身係點咧？咁啊，從來都未見過。咁今次睇完小明哥都令我大開眼界。有陣時自己喺度諗啊，究竟會唔會呢個世界上面有一啲氣功咧，係好似武俠小説入邊咁樣講，練完之後咧個功力會倍增。咁直至到前排咧，我無意中咧喺揾北螳螂嘅過程入面咧，我發現原來南螳螂咧就係正正有呢一種氣功啊！南螳螂着重个易同个细，模仿螳螂猎食嘅时间嘅速劲同埋个爆炸力，多短手少长打，一步多手，每个手法清晰、短速有力。用个身打搏打呢边我，喂，睇个准，睇个目标。我哋玩嘅时间，当佢一嚟嘅时间，佢个目标我睇住个位置。我的頭怎樣喐都好，我隻眼，我的頭怎樣喐都好，都冇個目標位。師傅快得嚟咧，係好大力嘅，其實真係。同埋咧，佢任何嘅動作手法咧，都可以有一道速勁喺入邊嘅，即係唔單止扯你埋嚟呢一下有個速勁，甚至乎佢咁樣擋一下都有個速勁，一擋可能我個人隻手會咁樣彈開咗。其中一種練速勁的方法就是碌橋。落，去，去，去度小心，小心，誒，去度手指，去，係咪 ？OK 啊，嗱，睇落去都好噶啦，你開始玩，係咪啊？係。嗱，固定呢度，上，呢度，上，上，上。師傅成日都講話烧肌背，原來係將背脊嘅肌肉咧。完全擴張，擴張到去到條腰嘅部位都擴張，前面就有咁凹，得咁凹，個人咧就要向下沉，跟住腳就要鎖緊，咁成個人嘅肢體個架咧係真係穩陣咗好多喎。呢一班師兄咧，全部都係用咗呢一個概念去鞏固自己嘅身體，所以其實挫佢埋嚟咧，我發覺咧係好困難，就算我挫到佢埋嚟啦。推開佢咧都好難推開佢，即有幾下，甚至乎我推開佢之後咧，佢冇喐到咯，但係我就大後咗咯。呢一種咁樣嘅肌肉嘅運用咧，我都係即第一次去即領會得到咯，好正我覺得。一年一次清明大班徒弟嚟，嚟拜我師公、師婆同我師叔同師嬸。主要就是等啲學佛徒弟知道下我哋中華都習俗啦，點樣尊師重道啦。我中華都有句啦，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。我教啲外國徒弟都咁諗噶啦，都係咁思想噶啦。兩位師傅嘅師公劉成初，又名劉水，就係佢喺清末年間將南螳螂拳從貴陽帶到嚟香港。葉志強師傅嘅父親葉瑞。得恩师流水倾囊相授，尽得其真传。叶师傅在外国教拳，难得带徒弟回嚟祭祖 ，Wilson 就找紧一个机会请掌门赐教。嚟自匈牙利习南螳螂拳已经有6年的师兄，就率先同 Wilson 试手。
有啲緊張，但係又有啲興奮。哇！即係佢都高頭大馬過我好多，同埋我知道南唐狼拳咧，其實嗰個力咧係好猛嘅，其實都唔會收得到。咁其實都驚㗎。Wilson 大戰在即，那邊雙另外兩位武者阿 Ken 同李家亦準備就水啟程上山東，開展北唐狼武學之行。下一節功夫傳奇。正話嗰位先，佢用咗呢一種由上面打落嚟嘅攻擊啦，撥開我隻手劈啦。其實我正話都中咗一嘢，嗰個力都好大，個感覺好猛，好霸呢一種功夫真係。兩個啲力都係好普通，都唔係十分好猛嘅啫。我試下咩？你試下將我支拳咁樣反批我。OK。来了吗？厉害！你有桥力，你先可以练到手法。你冇力冇桥力，根本你就练到手法出嚟。我哋喺功夫咧，一定要将你嘅力咧，经过四个阶段嚟到改变，不断咁练你基本嘅动作，猜手、对桩、三步截，嚟将你嘅力嚟到化解，由粗劲。变内劲，内劲变暗劲，暗劲就惊弹劲。咁其实知道嗰个理论系点样咧，但系自己仲未曾好舒畅咁样可以去用得到，即系或者系可以随时都用得到出嚟。系我谂可以话1% 都未有。我而家系，我觉得南唐狼可以话系一种高层次嘅搏击术嚟，即系譬如啊出咗一拳。咁嗰啲手指咧係有一道力 hold 住，咁其實呢一個過程入邊咧都係自己同自己喺度鬥緊力嘅。我覺得雖然一套很簡單嘅拳睇落去嘅動作唔係太難，但係我覺得入邊包含咗好多嘅學問喺入邊。阿 Ken 以前只學西洋武術，冇中國功夫根底。为此特意拜访香港七星螳螂门李锦荣师傅，为山东之行先打好基础。一班专锤，一班就专啊！李锦荣师傅嘅师公卢光玉系精武三大拳师之一。喺上世纪初叶，罗光玉宗师将七星螳螂拳由山东传至上海精武体育会，及后再传嚟广东以及香港一带。再抽腿。螳螂步前，七星螳螂的基本手就是勾流彩手为基本。勾手呢，当对方来的时候，这个勾手就是将它搭开，立开它。一立，这个手就叫勾手。这个流手，一合埋这个流手呢，这个就是彩，即是好像摘东西那样，彩摘。我勾流彩，当你一转呢，我可以转争打你。所以说呢，由勾流彩呢，可以变手。一、二、七星螳螂拳法，内容丰富，手法有31字拳。掌法有19种之多，运用上灵活变通，千变万化。我 feel 到啱啱接触螳螂拳有两个 point 好紧要，一个就系佢快，得黏完即刻就去，你都未嚟得切反应呢一个咧，已经可能中个招啊！呢个第一样嘢。落嘅时间咧，我就伤佢个神经线嘅位置。另外就系嗰个狠啊，佢啲招咧往往都系打耳仔背啊，打关节位啊。皮啊，腎膽啊，直咧就插到肝同個膽個位置，呢個要害位嚟嘅。
咁個指誒直插，咁所以咧，我哋有次沙掌嗰個練習插豆插沙嗰個動作咧，就係、是、練習啲指嘅指掌嘅插指拿拳打落，一插嘅時候就落個呼氣，一上就吸氣上，啊呼氣落。黃豆插咗一段時間咧，就可以插嗰啲誒沙同豆嘅一半啦。咁啊插完沙豆一半之後咧，就可以插鐵珠啊。哇！咁啱啱大約都係打咗分零兩分鐘啫。呢啲指頭呢啲位咧，好痛呢啲位，所以我覺得呢個功夫要好有恆心去練先至有成果咯。呢條方就係源自少林嗰鐵砂掌方嚟嘅，浸一兩分鐘，咁啊等啲氣血運行。練鐵砂掌必備一煲古法煎製嘅藥酒，用嚟浸手，以達舒筋活絡、去瘀止痛嘅功效。學咗七星螳螂一堂啦，自己亦都有練習啦。因為自己本身又練咗好多年其他功夫啦，就唔經唔覺會唔標準啊打出去七星螳螂拳噶。譬如打得效要有少少西洋拳嘅味道，咁呢啲係唔好嘅。你想學一門新功夫咧，你盡量要抑壓之前自己識嘅嘢。咁要點做呢？不斷咁 remind 自己，反覆反覆反覆咁去練，咁咧你就可能會 build 到好 basic 嘅 muscle memory。今次上到去山東，會接觸更加多嘅唔同嘅師傅，更加深入咁去了解螳螂拳咧，令我覺得好興奮。山東係北螳螂拳嘅發源地，香港太極梅花螳螂拳總會主席魏鳳慈師傅早喺80年代已經隻身嚟到呢度尋師學藝，實地考察歷史源流。有關北螳螂拳創拳鼻祖黃朗嘅故事，一直以嚟只係靠口耳相傳。版本甚多，其一说法，黄朗就是华严寺第二代方丈瑜七。瑜七咧，响呢个明末清初嘅时候咧，系领导咗胶东地区嘅农民军，系一个抗清嘅。咁即系话咧，当时都好犀利，即系话攻占咗清朝嘅几个县城。咁惊动咗朝廷咧，派咗三路元帅嚟捉佢。咁当然啦，即系最后呢、这个。起義失敗咗啦，失敗咗之後咧，咁佢就話削法為真，毀咗容，咁逃到嚟呢個華嚴寺。咁佢嚟咗廬山之後咧，佢不斷咁研究個功夫。咁啊後嚟咧喺乜樹度咧，就睇到螳螂喺度暴事。咁啊睇見螳螂暴事嗰個過程咧，就悟出咗螳螂暴事格鬥嗰個道理。嗱，呢個就係瑜七嘅舞塔啦。除咗瑜七呢個版本之外，亦有黃朗係山東積墨人。于嵩山少林创拳，又或者是陕西纯化县人黄文成等等的说法，究竟哪个属实仍有待考证。中年宝师傅曾经多次在全国以及省市级武术比赛中获奖，除了在烟台设馆授徒，钟师傅亦经常到国外讲学，足迹遍布东南亚以及欧洲大陆。咁一日到嚟，第一件事就要同师傅嘅师傅，即系我师公高公先。咁呢样嘢系都以前武术冇做过嘅，佢哋外国武术交学费，咁你嚟练。我跟边个师傅，你唔需要咁 care。但係佢就好 care， 尊重下我師傅先。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值得 respect 嘅，係傳統文化，即係尊重下佢啦。我啲功夫係佢教，我先可以教到你咁樣咯。就是烫拳基本动作，烫拳，哎，走。我好唔想跌低，即係我唔係扮嘢，但係唔跌唔得，因為你啱啱嗰啲力，佢咁樣逼住你，你唔落去嘅話，你同時拗頸，呢個膊頭都會爆，我覺得。其實就烫了普餐啦。唐老师
你唔轉係啦，你唔轉咧都係好痛嘅。我沒有步伐，不行了。我現在開始用步啦，走，走。車輪術係七星螳螂拳一大特色，技巧上手法成圓，不斷前鋒，裏外翻轉，步伐亦成圓。左右閃轉，循環相連，手、身、步伐一致，以發出整勁。怎麼轉，老師？一二三，這個跳舞差不多。跳舞差不多。對呀、啊，是吧？是跳舞差不多。看看動作，來，一二三。我身子起伏凝腕。我 feel 到就係佢用步伐同埋逆關節技去制服對手嘅。而家最痛嘅咧就係呢兩個位置，所以我 feel 到佢 lock 得我最多就係呢兩個位置。難度就係我掌握唔到佢嗰個一氣呵成，我係仲係喺一個好摸索嘅階段度，所以就一定做唔到。因為螳螂拳佢好流暢，譬如佢咁話俾你知，嗱，你嘅手撳實佢，膊頭一推，一抽佢嘅膝頭，咁就跌噶啦。我做曬，但你逐下做唔得，一定一氣呵成去做。也不像阿 Ken 将有五日时间紧随宗师傅学拳，而那边厢李嘉亦展开了观摩六合螳螂、太极梅花螳螂和太极螳螂拳之旅。下一节功夫传奇。以前學螳螂拳咧，學嘅時間其實都唔係話太長，大概差唔多三年啦。今次出發去到山東，咁我就想感受一下或者睇下不同門派嘅螳螂拳，佢哋喺技擊上面有啲乜嘢嘅特色咧。六合螳螂拳集多種拳法之長，又以太極、形意、八卦、通臂拳嘅內容為多。以内外三合为精髓，前思旋转为灵魂，柔法多于刚法。你知道练高楼术，它是高楼倒打左右格手铁轮高楼术。六合螳螂技击速度快，面向多，进攻路向分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位。我都睇唔到係乜嘢手啊！但係好快啊！即係佢勾之餘咧，佢有少少黏住嗰個勢咧，壓你落嚟嘅，唔係淨係手壓喎，佢用埋頭先嗰個腰勁吞吐嗰下，砰砰砰，咁就可以壓啦。一壓嘅時候咧，佢有一下咧，史上打下就插我下面。得有一點咧，法勁主宰在於腰，所以螳螂拳極之着重腰腹的鍛鍊。也可以這樣，也可以這樣，也可以這樣，腰也可以挪開。啊？腰也可以挪開。佢呢個轉腰同我以前所認知嗰啲武術轉腰唔同喎，以前嗰啲係左右啊，左右轉啫嘛。佢呢個就係咁樣轉完，又咁樣轉，跟住又水平轉，跟住又前後咁樣。所以佢喺四方八面都可以發到嗰種勁出嚟，就係可能就係同呢個練習有關。即係你見佢喐起上嚟咧，佢唔係淨係局部咁樣喐，佢嗰個腰嗰個感覺就好似蚯蚓嗰種蠕動嗰種咧，咁產生嗰種力咧好大，係成份咁撞埋嚟，好似個坦克車咁樣。腰為主宰，力從地起，拳打一貫之力，所以說他這個力同時一屈，再把它張開。先收缩一下，收缩住了，放开了，啪啪，有啲似弹弓喎。你见佢发咗道劲出嚟之后咧，啲力系传到，啲劲力系传到佢手指尖嘅，砰弹出去嘅，好特别啊！二，你好，三，对。以前练功夫，譬如一啲好细微嘅一啲腰啊。法勁模式咧，其實疏忽咗嘅，即係忽略咗呢啲好嘢。咁今次咧，透過六合螳螂嘅鍛鍊，
令到我再重新執返一啲細節嘅地方，譬如手點樣旋轉，腰點樣配合，腳點樣配合。撐哦，這個力量，它是這個力量。落堂前有試手環節，阿家兩日嚟學到嘅嘢喺實戰裏面會用到幾多呢？他用那个撸手用得很好，他这个叫啪上来了，他用上了，很好，很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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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以前的概念就是呢，人家打埋嚟我会用拍啦，风啦呢啲为主，但系佢呢个唔同，因为佢练咗个铁球之后呢，我 feel 到个手系有种好聚嘅感觉，但系聚得嚟呢，再加埋练嗰个撑嗰个摩擦嗰个感觉，咁我觸覺會強咗，觸覺強咗嘅時候，頭先打我手係放呢度，放呢度嘅時候一嚟一冚一闊，跟住就上。咁師傅話呢下我用得叫做啱啱合乎佢嗰個標準啦，可能95分吧。哎呦，師傅，95分吧。師傅，可以，旋得很快。哎呦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拿回香港。是，他要拿回。我就这样。師傅送俾我嘅，但係我係要咁樣拎翻香港，我哋即刻攬去香港，再回來練個程。我又想知道一下，究竟螳螂拳佢嘅手法咁密，如果配咗一支棍，配咗一支兵器落去嘅時候，個打法又是怎樣？會不會都好像我們徒手那樣可以打到螳螂拳那種啊，連消帶打，指上打下，聲東擊西，手法那麼連綿不斷的方式呢？這件事我最想去探求一下咯。而我知道太極梅花螳螂裡面講棍術，它有一套六合棍是比較出名的，那我覺得這套六合棍雖然套路比較短，但是它結合了很多近距離和長距離、中距離的打法。他就是说我近我也能用，我远也能用。那短距离我看到有时候您把那个把缩短，就是用后把。对，是吧？就是用这个部位。对，就是短。用这一点的话，就是防你自己这一块就够了，这一块就够了。孙老师说，初初学武术的人一接触兵器动作太大了，动作一大的时候，譬如人家的攻擊只是攻擊你的頭的，你一擋，你擋到支棍去到咁遠的話，其實已經過了你自己的防守範圍，咁變咗動作太大咯。反而在六合棍度明白到技擊的法度，不能夠多一分或者少一分。我剛剛看師傅您有一下這個把，不知道怎麼是左右換的，這那招怎麼練啊？那個的話就是你來上場了啊。隔，哎呦，所以说把这一隔，就是，一下子马上倒过去，也是一气呵成，就一，一倒，对，这个是短，然后是这个到这一面了，对，是吧？到这一面，哇，犀利了，入面包含了好多技击的法门在入面，譬如话，佢个棍法入面就有好多连环的动作咧。是對於槍的攻擊的防守嚟嘅，佢刺埋嚟嘅時候，我擋嘅同時，我呢個棍其實應該可以懟埋佢噶啦。OK， 如果佢再刺我下面嘅時候，一抽棍，跟住哇呢下犀利，削手指啊直頭。咁另外就係點解佢要換把換得咁快呢？其實就係因為棍係長兵器嚟，長兵器如果要埋身嘅時候咧，就要有一個短嘅用法。嗱，譬如咁，我如果咁樣揸咧，我用棍尾打嘅呢個人短。埋身嘅好短係咪？如果我要打遠距離嘅對手點算咧？我好簡單嘅就其實我一放呢個手，一換把，你睇我已經打到幾多？雖然佢係棍術啦，咁反而對我喺拳腳嗰個技擊嗰個對於嗰個距離掌握嗰度咧，俾到我最大嘅幫助。
胶东半岛为战略重地，自古常遇外侵，双手剑就专为抵御战场上敌方重型的兵器，例如日本刀而设计出来的。因为他们那个刀，日本刀，日本刀很强，我们中国这个过去的刀是短一米，短啊，我们的剑也是短，嗯，但是我们就到了剑场上就吃亏了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这个发力也不行，所以说呢，在我们胶东这个地方，就是演变出来了，双修也是双修恶霸，是增加了个杠杆的这个作用。哦，红光原理。哎，步伐要横移，啪，没了。好快啊！这个手呢，佢嘅要求就是话唔好摆喺呢度，摆喺呢度嘅话咧，你其实是死咗，局限咗自己，稍微偏少少。然之後劍尖咧對住呢個對方嘅中線嚟打嘅話，通常咧都會打上面。一打嘅時候我就擋啦，擋住佢把嘢嘅時候先落嚟，就走偏，跟住切落去，就配合埋個步伐咯。放下，踩这个步，这个怎么这呢？这趟之间他啪，哎。这个都是纸上打下的攻击，用剑打他上面一点他，跟着突然间一拍一扭一转，整个人在这里跳上去，刚刚好就是对方的手位或者下面的要害位。譬如我们团队这个手拍这里去，就好像那个点剑点剑，然后呢翻手呢，这个手呢一去了之后呢，这个手右手就在下面抽上去，砰，抽完之后就哇，好有好有好有劲，你看我估唔到，原來雙手劍打起上嚟都可以運用到嗰種忽輪勁喺入面嘅。如果你有勁力嘅話，好簡單，大家都係揸劍或者揸刀對冚嘅話咧，有勁力嗰個係可以將對方把劍轟開，再殺入去都得。三位年青武者將要完成武俠之旅。阿 Ken 在臨回香港之前，為學習美觀實用兼備的螳螂拳仍然鍥而不捨，尋訪於海老師。下一節功夫傳奇。生活好簡單，早睡早起，九点前一定睡了，五点至五点三度就起身，自己在酒店已经有少少基本的 exercise， 每天都做。我练功距离和我住的距离不算很远，不算很近，那你就不如不要搭车了，顺便跑步当 warm up， 这个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 start 来的。朝頭早佢哋叫文雞起舞啦，六點鐘就開始練功。咁通常五點九就嚟到拉筋嘅啦，練到七點半至七點半，九點半再開始練，練到十一點半，就兩點鐘開始練，練到四點，就呢五個都係咁過。咁其實我好佩服呢啲師兄弟嘅，因為佢哋可以有工作有家庭，但依然咁熱愛呢個武術。我們是冬練三九，夏練三伏。习惯了，就接手一二三，嗯，先进了。我哋之间嘅沟通桥梁就系练功。你手唔啱我咁搭手喎，咁有阵时佢哋会 show 佢哋嘅嘅做法俾我睇，特别一两个比较倾得埋咧，感情系几好嘅。虽然时间就好短，但感情好好。学咗螳螂拳嘅最基本嗰套拳法崩步啦，咁其实崩步入边咧已经有好多踢打摔拿的手法在入面，不过它成套套路呢就要拆解了才用得出来。平时你见师傅打我或者打其他人呢，其实都是那几下手法来的，
咁但係要練得好，真係用得到咧，係好難嘅。但係嗰啲做得到咧，就肯定一下就已經贏咗啦。呢間位於萊州嘅武術學校，國內外學生人數超過8000，並列全國十大。呢度教嘅由西洋拳、散打、競賽以及傳統武術都有。力量多弱？阿 Ken 想學原木嘅螳螂拳，所以特意嚟到呢度觀摩競賽武術嘅訓練。我非常之 enjoy 呢個 atmosphere， 呢個項目方式很好嘅。咁佢哋都比較好軍訓嘅感覺嘅，真係。咁而家其實係零下嘅，好凍啊！而家，但係佢全部著件薄黐絲嘅校服就開始練喺度，即係少少少毅力同埋鬥志都做唔到件事咯。咁啱啱我睇見佢哋練螳螂拳嘅時候咧，同我學嘅七星螳螂拳崩步有啲唔同。譬如我哋七星螳螂拳啦，佢講求手不離爭，隻手同爭擺呢度。但啱啱見嗰啲小朋友練嘅時候咧，佢手擺呢度。咁啊，擺得好貼啲，啱啱撳膊頭，咁成件事出去都開揚啲嘅。師傅教我手不離爭嘅時候咧，就為咗防衞，隻手唔好太厚，你太厚嘅時候一打咧就慢咗俾人哋。咁但係佢咁樣可能美觀啦，美觀上會觀感會好睇啲。喐，這下子得啦，坐。不管是國際規則還是中國的競賽規則，它裡面有一個動作規格扣分點，還有一個演練水平扣分點。你每做一个动作，它都有它的扣分点啊。来，等一点。对。演练其实就说回来就是眉，就是一个眉。眼神是非常重要的，手到、眼到、脚到。不管是国家级比赛也好，国际比赛也好，一个相当优美的运动员，他肯定是个冠军运动员。咁我覺得兩樣各有各好啦，靚嘅打完之後啲人哇，我真係好中意睇佢打武術，佢打得真係好靚。中老師打完之後可能覺得冇乜嘢咁樣，但係中老師一用嘅時候咧，哇好勁喎，原來咁勁噶，所以兩者都要兼備。有說中國武術走向競賽化之後，優美同難度成為演練者兩大追求。而傳統武術最重視的攻防意識反而被忽略，甚至被遺忘。阿 Ken 嚟到濟南，為要找到靚同埋實用兼備的螳螂拳。于海，著名武術演員，以少林寺電影入面飾演譚中大師角色最為人所熟悉。于老師自小跟隨名師林景山學傳統七星螳螂，16岁加入山東武術隊。屡获奖项，后被委任为省队队长兼总教练。在任期间，他编创出第一套竞赛螳螂拳。南老师，你做这个改良的时候，是怎么样把不同的螳螂拳融合在里面呢？融合主要是风格的融合，因为有一些动作虽然是演练的风格不一样，但是大体都相似。阴肉这两种东西是不同的比例造成的风格的一些不同，我就把七星螳螂、梅花螳螂、六合螳螂它不同比例尽量的融合在一个比较协调的范围内，那你就分出来命刚暗刚啊，命刚就是哼就这一下子你很明确的，暗刚呢这是一个暗刚，就把它这两个融合在一起，命由暗由，哎，命由，哎，这很明白的暗由，又把它俩在一个动作当中体现出来，它就风格就有变化。改革那个白眼头套，他们外面说是竞赛套路，实际它不是，都是传统套路，不过它适合竞赛运用了，是这样的。好好好好，好。这个拧腰劲儿不够啊，你这个腰没拧，腰出，这儿出去，然后这个分手腰，
哎，这个感觉出来，风教会了一个别位。啱啱佢做咗一下封手俾我睇咧，系有俾人打嘅感觉嘅，唔系净系好睇嘅。佢一开始咪 demonstrate 立手嘅，嗰一下系同我俾人打嘅感觉系一样嘅。所以除咗靓之外咧，原来靓之余入边都 keep 翻住个攻防意识喺度。这个，要顶出去，这个就要顶出去，然后划过嚟，啪踢出这一掌。跟住之后每个位做得好到位，要呢个争要打咗，我平时打到呢度嘅，自己唔觉意打到呢度啦，原来扯到呢度嘅，要咁样先至达到于老师。美的要求，我现在对美的螳螂拳有个新的概念了，而且很开心他纠正了我回去自己练，那假如时我可以打一套漂亮的螳螂拳出来。好，停停停停，刚才我看你这个动作手勾勾的，看见没有，不优美，要放出去，同时脚要蹬出去，哎，对，留在香港学南螳螂的 Wilson 一直跟随李天来师傅学习，为三日的终极比试作最后准备。在这四个星期里面就学了一套新的拳法，叫做三箭摇桥。三箭摇桥除了练耐力之外，就里面有很多的散手是可以实战里面运用到出来的。那怎样为止一步多手呢？可能这里挡这里就打了，呢一度擋，如果有人打呢邊嚟嘅，呢度一擋，呢度就打。雖然簡簡單單，但係就好好用咯。如果比四個星期前咧，而家我覺得個速度快咗，同埋個力量大咗。其實喺呢四個星期入邊，學員都冇真真正正試過同人實戰過，好興奮，好想試一下一陣間會唔會用得翻呢啲招式出嚟。再见面，比试原来只是其次，三位同道人以急不及待将连日来所学到的都拿出来尽情交流。挡完就到击，取上取下，取上取下，扭单之后这里压下去，我转马步，好，我想用你的腰接住，我想包咗啦，我已经好快包，即刻冲上嚟，但系我未包实，你已经反包，我只能够，因为我学得难度咯，我反包咗啦嘛。好明显，你而家咧开始掌握到国术嗰种打法，我已经系啊，呢个我都，啊，如果加分嘅话，你打埋佢啊，好嘢。我 feel 到你拳手系硬咗，我自己都觉得系硬咗，因为点解咧？我用咗背腹肌啊！比赛后请收睇香港美食一百强。包出嚟唔系净嚟包，白鹤拳起源于福建，取立超又一个拳种，传到日本成为空手道嘅根本。抗打能力啊，体能啊，要求好高啦。空手道黑带高手欧锦棠追古索今，要参透中日武学拳道。点解冇呢个嘅？至今两路武术仲有几多相似嘅地方？空手道嗰个三箭拳咧，同中日武学。星期六晚7:35。